进入我们第一单元，你脑部卡好，考考你的脑力。对，一起来看看咱们第一道题目，来。请问这位女艺人是谁？请问这是哪一位艺人？请抢答。不限于华人的明星哦。有答案吗？会擦桃红色的莎莎。厉害了，莎莎。小甜甜布兰妮。小甜甜布兰妮要怎么样？答错。羽凡，那个 Paris Hilton， 啊，那个这么不像的嘴巴，答错。那个叫什么？卡麦隆迪亚。Cameron。对，是不是？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。唐禹哲还不错哟，这样也看得出来。其实这题不算太难啦，答案就是卡麦隆迪亚。好，第二道题目，请看。请问这是什么动物？请问是哪一个动物？莎莎，河马。莎莎呀，一起来看是不是正确解答。莎莎不错哟，这么轻易就看出来了，看来你对动物还真的很有研究呢。答案就是河马。哎，你怎么看出来？好厉害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还是只有头部而已。因为我很喜欢玩拼图，所以我就很容易看出那个长得不一样。哎，来，恭喜获得2000元奖金。下一道题目，请看。请问什么颜色刚刚没有出现？没有出现过。来，心仪，蓝色。蓝色刚才没有出现。我刚有唱蓝色、绿色、红色、黑色，什么颜色没出现？哎，他好笃定哦。你用那种眼神，你是想演《倩女幽魂》吗？你不要那样看着他的眼睛。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正确答案。我说林心怡啊，你没有被我们的题目骗到，哎，算你厉害哦，刚刚没有出现蓝色啦。恭喜答对。这就是所谓的声东击西法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一起来看看咱们的下一道题目。请问老板少给志玲哪一道菜？结果老板什么？少给了哪一道菜？啊？老板是？你看我们多用心，老板饭盒给你们看，明兄的。宫保鸡丁，宫保鸡丁，你决定用虾菜就对，答错。啊？哎，不是有宫保鸡丁吗？小黄瓜，哎，对，凉拌小黄瓜没有给。一开运小黄瓜，哦，是开运小黄瓜。开心小黄瓜，三开胃小黄瓜，请问是哪一个？开胃小黄瓜，开运小黄瓜，你们一起来看看是不是开运小黄瓜。哎，林立文你也不错哟，看来傻乎乎的外表下，你的记忆还蛮棒的。答案就是开胃小黄瓜啦。耶！恭喜你，一起来看看下一道题目，来。请排列正确算式，使答案等于6。哎，林立文小姐，12除以4乘以2，12除以4乘以2，恭喜你答对啦！看来林立文不止记忆好，数学程度也不赖哦。答案就是12除以4再乘以2啊。哎，好厉害哦！这个够简单吧？对不对？这样就是2000的有可能拿大奖了，好吧？请看下一道题目，来。请排列正确算式，使答案等于5。
身轻凝重的思考当中。明雄哥，明雄，九加六减八减二，九加六等于多少？九加六十五嘛，然后减八等于七嘛，好了再减二，再减二嘛，对五啊，九，哎呦，太好了，承认他对啊，好聪明哦，明雄哥，我就是要这种题目。哎呦，刚刚其他都太弱智了，对你来说简单，这个才是鬼的题目啊。其实他有几道不一样的算式，对对对。看来明雄的数学成绩一定也很好，不简单哦。答案就是九减八加六减二啦，你猜对了吗？请看下一道题目，来。妈妈要小明到超市购买晚上 party 用的东西，包括有火鸡、披萨、西瓜、香槟、高脚杯、大蛋糕、精油蜡烛、可乐。你记住了吗？结果小明只买了以下东西。请问小明少买了哪些东西？少买了什么？酒杯。酒杯还有什么？啊，有两样。两样。啊，还啊。酒杯，再猜一下。那个叫什么？披萨。答错。酒杯跟什么？宇哲。一凡。酒杯跟西瓜。酒杯跟西瓜，你果然炯炯有神的双眼。对，恭喜裴雷答对啦！陈羽凡呐，割了双眼皮，果然眼睛相当雪亮哦，一眼就看出少了什么东西呢？答案就是西瓜以及高脚杯。一起来看看咱们的下一道题目，来，请问下列文字是哪两句成语？有两个成语，把它讲出来就算答对了啊！这个太简单了啊！有没有看到？这有两个成语哦，很难呢。哦，莎莎，此存结环。我跟你去打蛇环呢，此存结环。好，明雄哥，环存结齿，环存结齿。喷草，草寒王显，有没有知道答案的？寒草。哎，心怡。唇寒齿亡，对嘛？唇齿相依啊，唇齿相依，唇亡齿寒嘛。唇亡齿寒，那另外一个呢？再来另外一个。好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这一题就算答错了。答错，答案就是唇亡齿寒以及结草衔环啦。结草衔环是意味着生前受恩，死后图报的意思，而唇亡齿寒呢，则是指双方关系密切喽。你答对了吗？请看下一道题目，来。请问画面中依序出现哪三个人？嘿嘿，来莎莎，莎莎先的。变变。汪东城、林立文跟。没有，要依照次序哦。汪东城、阿李佩珍，阿李佩珍哦，还有台湾国语，还有谁？还有林立文。林立文，一起来看是不是正确解答。莎莎的眼力很好哦，速度很快，你也看得出来呢。答案就是汪东城、佩珍以及林立文啦。还有一个题目，一起来看看，来。请问画面中出现哪些符号？三 CQZ 六九二，确定吗 ？CQZ 六九二，不确定。那是你的车牌号码。CQZ 六九二，哎，我还没。CQZ 六九二，你们现在怎样？拉在开 party 啊？谁生日？那么 COZ 啊，不是是 Q 吧 ？O 吧？是 Q 啦。好，恭喜答对啦！耶！哎，请羽凡答对了。立文真的瞎嗨，你们这组瞎嗨。我说林立文呐，下次抢答之前要先看清楚题目嘛。答案就是六九二 CQZ 啦。好，请看下一题。请注意房子内的人数。问房子中剩下多少人？记住了，
哦哦哦哦哦，连环炮。宇哲，宇哲。三个。哎，三个，你又拉炮，怎么样？心仪。我觉得是两个。你家是两个、啊。嗯。那如果错用拉炮拉你的头一个，很危险。来看看到底什么答案，好吧？请看。唐禹哲，我对你真是刮目相看呢，眼睛竟然如此厉害，我都看得眼花缭乱了呢。答案就是剩下三个人哦。恭喜答对啦！三个人。好，最后一道题，请看。请注意房子内的人数。请问房子中剩下多少人？唐禹哲，这次我记得两个，两个，恭喜答对啦！哇塞，唐禹哲你太帅了，连续两题都答对了呢，让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啊！答案就是两个人哦。成绩揭晓，莎莎杰林丽文以8000分的成绩成为冠军，其他人很可惜，下次请多加油喽。所以呢，最终的答案呢，宇哲答对3题，但是莎莎跟我们林丽文答对了4题，恭喜两位，8000元的奖金，哎，机会或者命运，8000元对不对？嗯。那如果是一倍的话，那就是16000，很多哎。哎呦，天哪，比那个消费券多太多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是没选中的话，那就只剩下4000了。什么？还是我？好，这样提示。要不要我看一下？好好好好好。好，那你们两位往前一步。你先看命运的表情。命运。哈？命运是？什么？哎，很像你现在的命运。机会。就是你现在的机会。你还没看机会啊？你就有表情。你北七有，我看一个就知道两个力。哪里有？立文，你好纯真哦！你好纯真哦！你选哪一边？机会，因为刚刚猜拳嘛，它是机会。确定吗？好 ，OK 吗？呀呀！确定吗？嗯。要拉出来喽！机会或命运，一倍或一半。刚才那个没有回到，他跳前哦。这个白痴还好爽，哇，好棒哎，可以乘以2/1，好棒哦。立文真的很不对劲，我一看到乘以，我就很高兴这样，然后看到2/1，好。你这个叫什么？赢了麻将，输了算账。哎，你神经大条大到那个太平洋去了。好了，恭喜了，获得4000元也不错的啦，4000块也是一个奖金嘛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